网友大家好，我是丽云，我们从工厂回来了，因为明天呢就是小南瓜10周岁的生日了，为了在南瓜的生日现场妈妈更漂亮呢，所以我决定去做一个头发。你看我现在头发，就是之前不是大概半年前吧做的卷发，现在呢就是天天就是这种造型，卷不卷它也直不直的，可能因为咱们那个发膜太好用了，我卷发都给我洗直了，你看到没？嗯，看到了，都没有卷的那个痕迹了哈。对对对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决定去直接给他做一个矫正，给他全部弄成以前的黑长直。这是我的最爱。嗯，你的最爱。那你觉得我要不要剪一下呢？嗯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喜欢长发美女。走吧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带着自己家的洗剂，因为我无论去外边洗头干嘛的，都是弄不惯别人的。我订了一家，我订了楼上。楼上是啥？楼上是安静一点。好，好吧。这是门吗？是是是是是是。门儿哪里行？哎呀，骑到我了。我头发有点卷，你看到没？我现在跟他打。4-5个月吧，大约吧。4-5个月。你看可观坐姿。可以，做蛋白矫正就好了。不会长头发弄得焦焦的吧？不是的。不带的是吧？坐这边。好，安静一点啊，这里安静。老婆想换咱们颜色。好，坐。这个，咱先掰的颜色。知道了。因为咱夏天的颜色。夏天。但它是比较暗的。有没有那个案例，就是燃出来的效果？有。有什么？你看。我的卷发呢，就是有一点妩媚，自带轻熟小女人的感觉，但我现在不想要了，我现在就想要青春的黑长直。但是我有可能做了黑长直也回不去当年的感觉。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头发的，胖的，嗯。然后等一下用洗发水，他已经在收拾那个洗头房了。在这里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用的我们家的禅润的洗护，看到没？3款：生姜洗发水、氨基酸洗发水，还有我们家非常滑的发膜。原来我们是148米2瓶，现在你们戳下边的链接呢是。任意148两瓶会再额外再送一瓶氨基酸的洗发水。第一次买咱们家的产品的粉丝，我建议你呢就是拍2瓶氨基酸，99米，1瓶500毫升，你拿回去先试一下，对不对？试一下，咱们给的都有带包，不好用的话再退回来都行啊。看看咱们王牌洗护的魅力。俗世间，高山与乐无尽风吟。如沧海未尽缘分，愿晚风将我吹，吹进你心内，吻灯影化情海，如影照上我身，痴情难自禁，夜半莺歌叹息我孤身，愿晚风心里吹，吹散我的泪，似风筝把你吹，愿等你一辈子。你可以染个绿色的吧，好嘞。我咋看着颜色有点像绿色的？我要当绿毛龟吗？可以。嗯，我头顶一片绿是吗？说你昨天晚上出去干啥了？吃饭呀，喝酒呀，叙话呀。非常流行的冷茶色。茶色。对，我就一个要求，染出来一定要显白。绿色显白，是的，就绿色。嗯，等一下那个染完之后呢，再用洗发水洗一下，然后再用咱家的发膜做一个小型的护理就好了，你就可以看到是啥样的了。嗯，现在我们先用生姜的洗发水，淡黄色的液体哈，味道呢是有一点生姜，有一点柠檬的味道。就是你们如果头发容易经常掉发的，洗头发一掉掉一把的，还有有头屑的，就用咱这个生姜洗发水，泡沫很丰富哈。对对对，能看出来。第二遍我们用氨基酸水养的，就是比较保护头发。经常染呀，经常烫呀，头发干燥毛躁的，你们就要用这个氨基酸啊。3岁以上的宝宝也可以用哟。嗯，这个氨基酸的味道真好闻。跟我们发膜是同款的香奶奶家的那个香水味儿啊。洗完了第二遍头发，我们现在开始上发膜啊。
做最后的一个滋养。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用，洗完头发直接用，抹在发梢处就可以了，也是香水的味道。咱们这个六年了啊，不容易，第一次做这样子的活动。好了，期待我的造型大改变。明天我瓜的生日，我必须要以最优质的减龄份儿亮相啊！来，我来看看。来呀！很漂亮，这个颜色很漂亮。对吧？嗯，这个颜色洗的话还会掉的，掉了之后就是那种有点亚麻的那种，反正就是比较显白的颜色。今天特地调掉。头发可能是没变，咋没变？我从卷发变成了直发，咋没变？你可能就不卷，而且你可能就不一样。他以前是卷发。不，我这个头发洗完之后就是那种很顺的，不需要怎么去卷。你看，发质怎么样？漂亮。你不染色了吗？缠润的功劳。你不染色了吗？是的，妈妈现在像不像姐姐？像。像。跟昨天不一样吧？喊姐姐。妈妈。喊姐姐。妈妈。我就是姐姐。阿姨。听说这个阿姨是吗？小孩犟贼。我姐姐感觉像一个阿姨。我是姐姐。阿姨，你都30岁了。